玩乐三分钟。一个灰色的摇杆，红色的按钮，黄色的摇杆，红色的转盘，绿色的转盘，还有黄色的按钮。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小火车，它现在要去闯关了，准备出发了。用绿色的转盘把托马斯送上去，再用小飞机把托马斯吊过去。这是佩西小火车，佩西也准备去闯关了，准备出发。同样用绿色转盘把佩西送上去，再用小飞机把佩西吊过去。闯关完成了。